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子。然后今天呢，我要看的这个视频是 NCTU， 的新曲，应该发布了有些天了吧？然后我对 NCT， 包括 NCT 127，哎，是127吗？还有 NCTU 这些都完全是个路人，就是成员也只认识一小小小部分几个人，然后对他们一无所知。然后现在因为我知道他们是 SM 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型企划嘛，他们到底有就是多少个人，我现在目前就是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对，然后这次这个 Yesterday 呢，我看了有李泰容、Mark，然后黄旭熙和道英，对吧？然后这个里面这一二三四个人，李泰容我就是眼熟，李马克啊我也眼熟，然后道英我比较熟悉，就是因为之前他和基素还有郑容一块上人气歌谣的时候啊，我有知道，很可爱的一个小男生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在我这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MV 吧，叫 Yes Today， 是吧 ？Yes Today， 然后我们就三二一起来看一下吧，三二一，咚。Yes Today。这谁呀？哦，李泰容对吧？现在嘛，我就是李泰容，他声音，哦，他的声音也是那种低音炮吧，那种磁性的那种。旁边那个是旭熙。这是谁呀？哦，他的声音也是那种低音炮吧，那种磁性的那种。长得很好看。长得很好看。长得很好看。Yeah, girl, 비춰별에가는 color bar 헤어지 burn out 별난짧은거미원래가장선명한법이야 Let me tell you why I have been looking for my job lately Cause I'm a dream baby 这个是个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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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效吗？是男女特效。哦，好特别。哇，他不说的不错哎。哇，他这个压的吗？啊，倒音啊，我知道倒音。另外一个小伙伴，这个是吗？叫旭熙吗？这个是谁呀？哦，他的声音也是那种低音炮吧，那种磁性的那种。蝴蝶。哦，他的声音也是那种低音炮吧，那种磁性的那种。蝴蝶。哇，好感觉这他们是三个 rapper 和一个 vocal 吗？这一次。鱼。
不是那个旭熙叫 Lucas 是吧 ？SM。哇，他们这个是有一种 MV 有一种很迷幻那种感觉。然后他们这个组合 NCT U， 他们是只有四个人吗？我记得不是吧？然后这次小分队是他们四个吧，就是三个 rapper 和一个 vocal guy。他们这首歌就是比较侧重于 vocal， 侧重于 rap 方面，就是rap 很多，然后那个 vocal 只是在中间起一个连接的作用，然后所以更显得那个道英他声音很好听，然后在里面就是一个那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叫一个活力剂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就是那种感觉。然后对，然后感觉 Mark 好可爱，因为我之前见过他们的照片，就觉得 Mark 长得很可爱。然后对对，然后因为我对他们真的是一无所知，然后这四个人里面我还能知道三个眼熟，三个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然后谢谢你们的收看，然后我对他我怎么总是说然后我对他们的了解呢还不是很多，然后呸，粉丝们如果想要让我知道更多的话可以给我安利。对，然后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喜欢我和喜欢我视频的小可爱可以点关注点推荐投硬币加收藏。